阿豆得啊，坐嚟醒坐清楚。阿豆弟兄得噶啦吓，系啦，阿豆父叫我豆父都得嘅，哈利路亚。咁啊，收到教会 order 咧，要讲少少见证嘅，咁我尽量即系快快咁样讲一讲啦吓。咁咧，其实咧就同大家好多香港人一样啦，我就好细个咧都听过耶稣噶啦，咁啊喺天主教校读书啊嘛，咁啊听过好多耶稣啊嘅故事啦，咁亦都系望弥撒嗰阵时有平安嘅。咁但系咧觉得即系耶稣啊同我冇关系嘅，即系呢啲嘢系外国嘅宗教啊嘛，西方宗教就唔关我咩事啊咁样。咁直至到咧就系中学二年班咧有一件事咧，咁就令到我系认识耶稣嘅。咁话说中学二年班，咁而家做律师啦，但系嗰阵时咧我就比较上曳嘅，我因为打先生咧俾人踢出校。咁啊，打先生俾人踢出校嗰时，就有好大件事啦。因为咧，我间学校咧，而家就分三级啊嘛 ，Band Three 咁样系咪？嗰阵时我间校咧就 Band Five 嘅。咁如果嗰度都俾人踢出校嘅话咧，就似乎咧都冇乜学校收我噶啦。咁嗰时一个后生仔十三四岁就知惊啦。咁啊，好认真，好认真咁样就当我爸爸同个校长喺个教员室度倾偈嘅时候咧，我就好认真咁做咗个祈祷。我话耶稣耶稣，如果你系真嘅话咧，你帮帮我，我好想喺间校度读书。咁耶稣系咪真噶？梗系啦，耶稣系真嘅，耶稣系听祷告嘅。咁佢俾个机会我，佢个校长出嚟同我讲：，喂，细路，嗱，你可以咧就俾个机会你喺间校读完读升翻去中三。咁但系咧你要去咧被你打个先生度咧同佢 say 翻声 sorry。咁而家佢喺西环，嗰时湾仔去西环，去完之后咧，发觉咧原来仲有个几钟头先见到我。咁一个细路仔喺条街度咧就踱嚟踱去都唔知去边度好，嗰阵时又冇乜机铺啊，冇乜网吧噶嘛，咁啊谂起啊，我细个都穷嘅，咁啊住喺啲板间房度，我谂起西环我住过一间板间房嘅，咁嗰度咧有对兄弟咧都系好老友记嘅，不如我睇下佢喺唔屋企，喺屋企嘅话咧咪可以接待我咯咁样，咁打电话去又真系喺屋企，咁啊去到咁啊同佢哋两兄弟讲啦，讲出个内意啊，我打先生啊，俾而家要同个先生讲对唔住啊，你招呼我一个钟啦咁样。咁啊，好好嘅，耶稣真系真嘅。咁啊，耶稣就揾咗个两兄弟个哥哥咧，就系咁同我讲：，哇，你系罪人啊，你要悔改啊，咁样。咁啊，嗰时我仲记得我同佢讲粗口添。我唔记得咗咧，大概半个钟头前，我先同耶稣讲：，我话耶稣耶稣，如果你系真嘅话咧，你俾机会我可以原校升读。咁耶稣唔单止俾机会我原校升读，亦都揾咗个哥哥嚟同我讲咧，佢系真嘅。咁但系同大家一样啦，见唔到个天使有对翼噶嘛，咁就会讲粗口揈佢噶啦。咁系咪就咁样就好咧咁样？好过一段嘅，咁我中二啊打先生啦，咁我中四嗰阵时咧都系叫全级考第一啦，可以俾掌声耶稣啊！有耶稣喺度咧，真系有改变嘅。咁啊出嚟做嘢之后咧，少少弊啦，因为个人个心野啊，咁啊开始发觉咧耶稣咧就阻住我发达，因为咧屋企穷嘅，住个天台屋，住个板间房，好想咧快快脆咧就搵到钱。嗰时第一份工系银行就唔关我事啦，系咪啲咁多钱就唔关我事噶？咁第二份工咧就做地产代理。咁地产代理咧，而家就好专业啦。嗰阵时咧就唔系咁专业嘅，只要你将你个道德标准咧调翻低啲，讲下大话、吹下水啊、呃下人咧，咁就比较上容易揾快钱啦。嗰阵时咧我就觉得耶稣阻住我啦，唔讲得大话，翻教会好麻烦嘅，信耶稣好麻烦嘅，依样要做，嗰样要做，依样唔准做，嗰样唔准做。我唔记得咗信耶稣原来一个关系，我觉得信耶稣好多个规矩。咁嗰段时间都好得意嘅，我又同耶稣讲：，耶稣，我行开即系十年啦，好唔好啊？俾我搵下钱啦，咁样，我真系咁做个祈祷嘅，咁就行开咗，真系十年多少少嘅。呢十年咧，其实个生命咧就系乱晒龙嘅，冇咗耶稣嘅生命啊。咁一个后生仔啦，又真系搵到钱嘅。咁身边都好多损友，嗰阵时我廿零岁，咁有啲卅零岁嘅损友一齐玩嘅，咁我找数，咁搵到钱，但系储唔到钱嘅喎。咁男人嗰啲唔好嘅衰嗰啲嗜好咧，嗰啲四大嗜好咧，我都中晒噶啦。知唔知咩四大嗜好啊？系咯，琴棋书画就梗系唔系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即系啲唔好嘅嘢啦。咁一路都系好曳嘅。咁直至到咧，我认识咗我太太之后咧，就开始乖啦。咁啊，开始觉得要谂人生啦，要上进啦。我就开始就不如搵啲嘢读下啦。咁嗰阵时我数学就好渣嘅，我谂住数学渣咧，咁不如读法律啦。我真系傻下咁样去读法律嘅。咁啊，读夜晚一年一年咁样读。咁亦都知道咧，自己比较上大使嘅。咁我有钱剩咗咧，我就会买层楼有按揭嘅。咁有钱剩咗按储蓄咁买层楼，因为我觉得咧楼咧应该唔会跌嘅。咁嗰阵时咧喺1997、1998年嗰阵时咧就揸住五层楼。咁啊，多谢主，五层楼都有按揭嘅。咁喺1997年亦都多谢住啦，有个金融风暴啦，嗰阵时都唔知惊嘅，唔知死嘅。金融风暴啲楼啊跌咗好多嘅，啲楼系蚀咗嘅，但系都仲有钱。咁我谂经济冇理由咁差嘅，我预咗一年嘅钱咧去读全，因为我最尾嗰年法律咧系要读全，即系全时间读嘅，全时间读书。跟住两年咧，我做见习律师，咁啊预三年嘅钱，咁咪应该 OK 啦咁样。实在太耐冇睇圣经啦，唔知道方年有七年嘅，我预备咗三年嘅钱咧。
咁啊，真係好快咧就用曬啦。咁啊，開始就寫謝度日嚇。咁我最記得啦，我最艱難嗰段時間咧，就係我就嚟做律師，仲有幾個月做律師嗰段時間咧，就係我最艱難嘅時間。每個月咧，啲樓開始變咗負資產啊，即係不但止冇錢啦，你要即係要捧錢去贖一層樓嘅。咁嗰段時間好艱難，亦都經濟唔好啦，做建造律師人工非常低嘅。咁總之簡單講咧，即係搞唔掂嚇。咁啊，而家咧個個打工仔好中意月頭嘅，我就好怕月頭嘅，因為月頭咧好多單要找數啊，咁樣各樣啦嚇。咁我到月尾咧，我就瞓唔到覺噶啦。一個三十歲到嘅後生仔，夜晚咧兩點零鐘起身咧，安然夜了咧，就即係對住個天花板咧喺度等天光翻工嘅。嗰段時間就係咁樣，好艱難。咁亦都諗過，不如咧嗰時有個小朋友喺度啦嚇，亦都有老婆啦啊，仔細老婆亂。不如了結殘身啦，啊，攞啲保險金俾咗老婆，俾咗仔咪好咯，咁樣嚇。嗰時真係咁諗嘅。有一次翻到屋企咧，見到老婆將我送俾佢嗰隻錶咧攞出嚟嘅時候咧，我就知道嗰個月咧又唔夠錢使啦。老婆咧要賣咗隻錶咧去頂嗰啲咁嘅即係支出啦。咁我好快我就擺埋咗老婆隻錶，我將我自己隻錶咧就衝落樓下揾間最近嘅當鋪，諗住入去當。但居然以前我出嚟玩嗰時咧，入當鋪就家常便飯啦。但嗰次咧，我喺當鋪門口咧，我走嚟又走去，咁啊唔夠膽入去嚇。咁入最後鼓起勇氣入去，俾只錶佢嘅時候咧，啲錶要叫起，睇下你係咪真噶嘛個錶玉。佢一叫起嗰時咧，俾咗個好低嘅價錢我，我知佢呃我嘅。但做律師居然唔夠膽同人講價，我諗住快快脆。即係過低日算罷啦，咁樣就攞咗啲錢咧。我好醜啊！我不如我攞啲錢，我翻屋企頂到幾多日咪幾多日咧咁咯。咁唔諗完全冇同嗰個當鋪職員講價咧，就攞咗嚿錢翻去俾咗我太太。咁有一日翻到屋企，見到阿仔嗰陣時佢三四歲啦，玩得好開心。咁有時男人就好奇怪嘅，嗰時我見到阿仔玩得咁開心，我就真係攬住佢，我話爸爸同以前唔同噶啦，爸爸而家冇錢噶啦，就唔可以好似以前咁買玩具俾你玩啦。个仔唔识噶嘛，听到爸爸话冇钱买玩具俾佢玩噶嘛，喊咯。咁我见到佢喺度喊，跟住我个大男人啊揽住佢一齐喊，佢喊我又喊。咁嗰段时间就系好低沉，好低沉嘅时间。咁但系多谢主，主系冇忘记我哋嘅，同隔篱讲，主冇忘记你嘅。主系听祷告嘅神。当我最噏耷谂住了结残身嗰时咧，有一次咧我系去嗰间即系学校，有幅好大嘅海报写住咧话，耶稣嚟系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。我嗰一刻咧，十年读松啲到冇祈祷咧，我对住海报咧，我喊咗出嚟，好多眼泪。我同耶稣讲话，我冇路行啊，我想要丰盛生命啊，主啊，你俾丰盛生命我啦。我就咁样不停喊，不停咁重复咁讲。讲完之后喊完之后，好似舒服啲，翻去又瞓到觉咁样吓。过咗三四日咧，有个小学同学揾我出嚟食饭，咁啊佢请咁啊梗系去啦。咁啊两个人住香港，去揾我去九龙食饭，好古怪咁样。咁啊唔紧要啦，佢请我咪照去咯。我仲記得我擔住煙入去嗰陣時，酒樓就可以食煙噶嘛。我擔住煙入去見到商人團契福音餐會，咁我都叫翻過下教會啦。我知咩事啦，我抌低煙我就講粗口啦。我 friend 啦，喂大佬講耶穌你就響啊嘛。當我擔住煙入嚟咁樣衰，咁啊信耶穌啲又好喎，又得我鬧，鬧得勁金嗰時咧就話耶穌祝福你啦咁樣嚇。咁嗰日去到咧就冇去錯地方，因為好感動。我見到班uncle 啦，我啊細啲卅零歲，我見到啲五啊歲，就好似而家我咁嘅年紀嗰啲啦嚇，咁喺度唱歌跳舞，我覺得好奇怪，點解男人可以扭攞有唱歌跳舞嘅咧？男人應該同女人跳舞噶嘛？咁有啲男人咧就冇乜頭髮，稀薄嘅曬手，留長呢度，咁啊黐過去嗰度，跳得勁嗰時，你頭髮跌咗落嚟，又撳住又再跳過，我覺得佢哋咁開心嘅，我暗暗同耶穌講話，耶穌，我都想咁開心啊！嗰日都聽到好多男人咧講佢自己生命見證，咁啊長話短説啦，我就係咁樣咧就翻去耶穌嘅身邊，開始翻第一間教會嘅時候咧都開得嘅，嗰陣時我翻第一間教會就係香港嘅一間敬拜會，同隔離講下敬拜會好啊。嗰時我唔知好喎，我翻敬拜會嗰時咧，我而家發嚟嗰啲好方便啦。嗰時我係焦頭嘅，焦到硬掘掘噶嘛個頭。咁翻到敬拜會咧，啲人同你祈禱嗰時咧，就會撳扁你個頭嘅。我係好唔中意啊！我明明個騎樓整得咁好，你係撳扁我咁樣嚇。我第一次翻去，有啲人又叫我掉啲肉啊嗰啲，我覺得哇虛不受補啊，頂唔順啊咁樣啊。咁啊又長話短説啦，我就咁樣咧就離開咗敬拜會，翻咗幾次嘅啫。咁就自己就憑自己嘅認知就揾咗間教會，就翻咗一年兩年，好似冇乜嘢改變。我覺得耶穌你係真噶，但係我翻教會點解我翻到咁噏耷嘅？雖然我知道你係真，我都瞓到覺，咁但係咧我好多壞習慣都改唔到喎，我仍然係食煙。有時打麻雀咧，仍然係食包幾添，淨係一個上麻雀。咁啊，亦都會睇鹹濕嘢。咁啊，嗰陣時就唔係上網，嗰時用碟睇嘅。阿仔開始開櫃桶嗰時咧，我做咗個決定嘅，我要將屋企啲唔好啲鹹濕碟我抌曬，
冇理由俾佢開出嚟跌曬出嚟咁樣衰噶嘛，係咪？咁我要抌，咁我真係抌咗嘅。但係抌完之後咧，我又買翻嘅喎。有時仲要買翻嗰只，特登揾翻嗰只去買。好多核制，喂，我信耶穌唔應該係咁嘅。咁但係有樣嘢好嘅，我好認真，真係追求主嘅。聖經講咧話耶和華嘅眼目遍察全地，要顯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只要你真的求问主，主会开路的。我第一次在祈祷里面就见到图画，我以前我不知道什么事，我见到一群男人在唱歌跳舞，很开心。我稍稍记得是的，我大概两年前我都见到一群男人唱歌跳舞，很开心的。我就打1083，那时问电话公司打1083，哪里有商人团契电话多少号，跟着我打去就找商人团契。那时我在荃湾南丰中心上班的，咁我打去問，有冇商人團契聚會喺左緊荃灣啊？佢話有，23樓。我咦，咁啱喎，我18樓，23樓咪好正咯，係咪？咁啊，幾時聚會啊？星期三。咁我開心啦，睇睇個行事歷。咦，今日星期三喎，衝上去先。一上到去，見到都開得名嘅基信保險，即係阿 Kevin 爸爸嘅公司。咁寫住保險公司，嗰陣時我係律師，但係負資產。我驚人哋啲弟兄 sell 我買保險喎，我喺出邊係咁望，冇敬拜嘅點二，喂冇敬拜嘅。我就冲翻落18樓，闩埋道门，喊咗出嚟。我同耶稣讲话：耶稣，耶稣，人做律师，我做律师，我做得咁凹凸嘅，明明想嚟敬拜你，但系因为一间保险公司，我够唔够胆入去？咁耶稣又安慰我啦，咁喊完之后好啲啦。我出去做嘢，搞下个行事历。咦？我祈祷入边，我应承咗耶稣，我话下次先上去啦，下次我一定上去嘅。我同耶稣咁讲。咁我搞下搞下个行事历，我发觉原来我搞错时间，嗰系星期二。星期三有聚会啊嘛，咁我第日星期三咧就一支箭咁上到去基信保险，我问系咪有敬拜，咁佢哋好愕然，系啊，咁就咁样开始咧就同商人团契就搞埋咗，搞下搞下就搞咗20年，俾掌声耶稣得唔得？喺入边好大嘅改变嘅，咁啊好好啦，阿 Kevin 爸爸啦系嘛，咁啊Kevin 哥哥啦我叫佢做，佢嗰阵时咧就佢楼上我楼下啊嘛，咁啊间中咧就会一齐去饮下午茶。有时出去街下饮下午茶嘅时候咧，佢可能即系有圣灵嘅人系唔同啲嘅，参透万事嘅。佢见到我，咦喺嗰啲报纸摊度咧，会睇下啲报纸摊嗰啲嗰时啲衰嘢咧都入胶袋嘅，但透明嘅。咁我都会睇下嘅喺封面。咁我心谂，喂，我都系即系 reasonable man 啊嘛，男人嚟噶嘛。咁我都唔买咯，我睇下啫咁样。咁但系有圣灵嘅人就知道，咦咁样系唔啱嘅，咁样系有问题嘅。咁有一次咧，就阿 Kevin 咧就揾我。我想住去找我吃饭嘅，阿豆有冇有人吃饭啊？咁谂住你请噶嘛，上嚟揾你啦。佢叫我去23樓，咪上去咯。上到去又唔系食饭嘅，叫我祈祷、哦。祈祷又同我哋以前祈祷唔同嘅，咁大声嘅祈祷祈得，奉主耶稣嘅名叫啲咸湿嘢走咁样。咁我后屘先知道，原来嗰啲叫做释放。同隔篱讲啦，原来叫做释放。傻下傻下，我都唔知咩叫做释放。咁嗰日就喊咗好多，流咗好多眼泪，就系咁样咧。开始慢慢喺一齐行个时间入边咧，嗰半年咧经历好大嘅改变。基本上咧，嗰半年入边咧，我就戒咗好耐都戒唔到个烟。曾经试过应承我阿嫲去 cancer 嗰时咧，我要戒烟嘅。我最叻戒咗2個月，最后都系食饭。吓，应承咗阿嫲，我阿嫲好爱我嘅，我都做唔到。曾经谂住因为爱个仔嘅缘故，冇理由咧俾佢睇到爸爸睇啲唔好嘢嘅，要抌晒啲咸碟，但系居然又系抌唔到嘅。但当你被圣灵更新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原来核制你很多年的坏习惯，看咸嘢啊、食烟嗰啲，完全都可以处理晒。讲粗口都一样嘅，我曾经都是讲得很劲，我是见阿仔不讲啊，上庭不讲之外，我都基本上都成日都讲粗口嘅。咁但原来讲粗口都可以处理到嘅，可以戒到嘅。咁我觉得即系因为主嘅缘故，好多嘢唔同。曾经同班律师咧5、6點鐘我哋会 happy hour 嘅，喺入边咧就讲咸湿笑话，我最大声个就系我吓。咁但系整下整下，我觉得咦，好似主都唔中意。以前觉得好兴奋嘅嘢咧，搞下搞下又觉得唔系好兴奋，就系咁样跟住耶稣啦。可以俾掌声耶稣啊，多谢主。負資產的問題都是這樣，神母一下拿了我負資產，我差不多搞了7年的，但是那7年裡面其實多謝主，主看顧我，我就不是很難這樣，一個月這樣過，想著那個月很艱難過不到的時候，主又給我一些生意，我又過到，所以主真是信實的。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顯大能，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。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，你是我們屬靈的家人，不是 Adolf 律師，是 Adolf 弟兄啊。我经历过的你们都一样可以经历，当然你们不要经历负资产，不要经历那么惨，是吧？可以欢喜快乐地信耶稣是最好的，给大家掌声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收到 order， 本来讲夫妻的，但原来是青年崇拜嘛，讲父子啦，这样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，好吧？第6章1至4節可以打出个 PowerPoint， 麻烦。以弗所书6章
一至四節，咁有聖經可以揭出嚟啦，有 hard copy 嘅聖經係更好啦，因為可以畫花啊嘛，一時揭下揭下睇下前文後理就非常好嘅。以弗所書邊個寫噶？保羅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保羅寫俾以弗所教會啦。咁啊，以弗所教會入邊咧有唔同嘅人啦，有啲外邦人，有啲猶太人啦，係咪？咁保羅幾時寫嘅咧？喺監獄度寫啦，喺監獄書信，即係中期嘅書信啊嘛。喺監獄度都寫封信，係咪覺得保羅好得閒咧？啊，冇得睇韓劇大長今，整封信寫下先，寫俾以弗所教會先，係咪咁嘅咧？咪梗係唔係啦？保羅喺坐監段時間咧，都寫封以弗所書出嚟，因為咧聖靈感動佢，將啲奧秘啟示咗俾佢，佢俾佢睇到咧，原來創世以來隱藏嘅奧秘，外邦人可以同猶太人一同成為後嗣，後嗣同後裔有啲唔同噶。后嗣又可以分身家嘅，一同成为神可以喺入边嘅分身家嘅人，成为神家里嘅人咧。保罗睇到呢个奥秘，原来咧外邦人同犹太人都系神家里入边嘅人。跟住讲到五章六章嘅时候咧，就讲屋企啦，系嘛？咁而家我哋睇嘅话咧叫家庭文本，我哋睇睇六章一至四节啊嘛。揾到嘅话咧，我哋一齐读出嚟啊嘛。一二三，起！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乜嘢话？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。你们作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 Amen。 未解圣经前就温翻大家都熟的这个基础的熟龄原则。圣经是跟谁看的？跟自己看的嘛，是吧？你不会跟人看圣经的嘛。你如果结了婚的，你看到圣经说要顺服丈夫，那你是老公就说啊，你死了，你没有顺服我，你跟你的老婆看圣经的嘛，出事了，是吧？那一样，如果我们是儿女的话，这段圣经是跟我们看的。如果我们是父亲或者是母亲的话，后面第四节又跟我们看的。那么圣经跟自己看，我们不是一些熟龄斗策。嗱，你真系衰啊！你冇好好教我啊！你做下老豆唔好啦，或者啊，你做仔啊真系衰啦，你冇好好孝敬我啦咁样，咁啊唔系好 work 嘅。睇圣经同自己睇，同隔篱讲圣经系同自己睇嘅。哈利路亚！第二个属灵原则咧都重要嘅，有个叫栽种原则啊，即系种乜嘢收乜嘢系咪？你种棵橙落去，会唔会收个汉堡包翻出嚟噶？唔会噶嘛，你种棵橙咁咪收翻棵橙咯。咁而栽种嘅原则系咪要种一粒种子就变翻一粒种子嘅咧？梗系唔系啦。何西阿书教我哋咧，你种嘅系风，你收嘅系暴风，即一定系多啲嘅。你种咩嘢，你会收翻啲嘢，而嗰啲嘢系多啲嘅。你栽种慈爱又收到公义嘅，栽种公义又收到慈爱嘅，即系一样嘢会变翻出嚟嘅一个栽种原则。咁即系话啦，你对人好。咁相对地，人哋系咪容易对你好啊？都未必嘅，但一定咧，就算嗰个人唔对你好都好啦，侧边一定有人对你好嘅，得唔得？你尊敬你爸爸，你爸爸可能收唔到啊，但系阿爷可能收到嘅，阿妈可能收到嘅，阿家姐可能收到嘅，或者你老板可能收到嘅，又可能会兜翻个圈翻翻嚟嘅，得唔得？同隔篱讲，栽种原则，种嘢系要时间嘅，你唔会抌粒种子落去。变咗棵树，卜卜卜几个橙跌落嚟，咁唔会咁快噶嘛，种梗要时间噶嘛，所以中间会唔会灰心噶？咁啊唔好灰心啦，系咪？你对人好，系咪第二日人哋会对翻你好噶？咁啊唔一定，系咪？你对人好，可能一段时间嘅，可能半年、一年嘅话咧，有啲嘢会改变嘅，啊，一定会好嘅，好嘛？跟住，咁我哋睇一段圣经咯，佢话你哋作儿女嘅要咩话？要咩话？在主里听从父母。即是说只要父母说的东西在真理里面，那我们就听他了。那世纪圣经题了，喂，那如果我爸爸妈妈不信耶稣，他又迂走的，那我是不是要听他说呢？是不是呢？有时迂走的父母会不会说的东西都有道理的，都会的嘛。譬如说爸爸叫你夜晚不要去行山啦，或者夜晚不要去游水啦，咁呢啲都係有道理㗎。可能佢酗酒嘅，有啲嘢控制唔到，情緒又好澎湃，但有時佢講嘅嘢都係有道理㗎喎，係咪？甚至有啲嘢係啱真理㗎喎。咁我哋要喺主入面呢去聽從父母，咁得唔得？其實好簡單㗎咋，我哋要喺主入面去聽從父母，跟住後面我一齊讀嘛，要孝敬父母嗰度一齊讀，要使你咩話？使你咩話？在世咩話？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。那我想问一问大家了，什么叫诫命啊？诫命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开个会，就大家投票，
上帝同阿赐开会，嗱，而家你要咁样做喎，阿赐你就一票，我就系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我就三票，咁所以我三比一我就赢咗你啦，你要听我讲，系咪咁样啊？诫命，诫命梗系唔系啦，阿 Sir 叫你做嘅，耶稣是主啊嘛，阿 Sir 要你做，咁要唔要做啊？要做咁啊！嗱，我哋搞翻个方向先，我哋个个都甩咳嘅，但起码个方向个车头摆翻啱先得唔得啊？咁系咪要孝敬父母啊？咁静嘅喂。系啦，好啲咯，系咪去出教会咧？啊，孝敬父母系啱嘅，得唔得？个方向摆翻啱先。可能个爸爸妈妈唔系咁好嘅，但系起码个大方向咧，我哋要孝敬佢嘅，因为上帝睇得好重嘅。呢个系第一条大应许嘅诫命，即系十诫入边咧，第一条大应许嘅诫命。十诫有几多条大应许嘅诫命啊？记唔记得啊？咪就系呢条咯。第一条亦都系唯一一条大应许嘅诫命，呢条诫命咧喺人嘅诫命入边咧系排最先嘅。不可杀人系呢条诫命之后嘅，不可奸淫呢条诫命之后再之后。杀人衰唔衰啊？冇啦，呢度有冇人杀过人嘅？举手。冇啦，系咪吓？但系神嚟讲咧，佢睇重我哋咧系要孝敬父母嘅，佢将孝敬父母咧摆先过喺唔好杀人，同埋唔好咸湿、唔好奸淫呢条诫命之前嘅。即是说神体重的，而神体重到一个地步，这条诫命是给一个应许来的，跟隔壁说应许，应许就是说你愿意做的话，我有一些奖赏给你的。神的奖赏是什么？这里说得福和长寿，你想不想要得福长寿啊？如果不想要得福长寿的举手。没有啦，是不是个个都是想要福气，同埋个个都要想长寿的啦。这条诫命就是神应承咗嘅，神系信实嘅神，佢应许个嘢咧就会发生噶啦。咁啊，我食咗个肚先咯，可唔可以睇睇我哋哥罗西书嗰个 PowerPoint 啊？系一齐读啊嘛！你们作儿女的要咩话？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乜嘢话？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嘅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敬拜会嘅解经法，凡事即系咩啊？凡事即系凡事啦，敬拜会解经法就系咁样噶啦嘛。凡事就系凡事噶啦，吓，即系咩事？当然喺主内啦。我哋睇翻即系前文后理系咪？以弗所书喺主入边要听从父母，喺主入边咧，你凡事都要听父母嘅，因为这是主所咩话？主中意嘅，主中意紧唔紧要啊？紧要啦。你知唔知今日我哋嘅生命系一个敬拜嚟噶，系一个侍奉嚟噶，系咪？我哋喺度唱歌敬拜，用音乐敬拜，哇！敬拜到砰砰声，晓飞，哇！又升 key， 海豚音好劲，又好唱好多灵歌都好。但原来我哋闹啲弟兄姊妹嘅，升 key 咁慢嘅，你即系你唔得嘅，你入又出必嘅。我哋喺度缝嚟缝去嘅话，你估呢个敬拜主系咪好中意咧？啊，未必，系咪？主未必中意。当然，如果我哋嘅心清嘅，我哋系鼓励弟兄姊妹将最好嘅献俾主 ，OK 嘅。但如果我哋嘅心系谂住扎名，我系斗贼。你不好就摘你的名字，摘你的名字的话，那就主人不喜欢。献礼物是不是要那个人喜欢的？你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啊？个女朋友不喜欢吃烧麦，你不停摘她吃烧麦，因为你喜欢，行不行？喂，烧麦正啊，好吃啊，大点来的，顶点来的，你不吃，你不吃东西，摘她吃。不是的，你礼物要她喜欢的嘛。商人团契有些口号的，那时候 Hugo 啊，陈世强长老有很多的金句口号，无啦啦整扎花，同隔篱讲无啦啦整扎花。咁我哋好听话噶嘛，无啦啦整扎花，咁我咪送扎花俾老婆咯。嗰次搞咗几嚿水，都十年八年前啦，都几多钱嘅，就买一扎花送俾老婆，咁啊期望老婆会欢喜快乐，好高兴。点知老婆见到扎花咧，佢唔中意，几百蚊买扎花，不如买只烧鹅俾我啦。我老婆就系咁样，连佢中意烧鹅，我多过中意只花。咁如果我知道咁嘅话咧，我系咁次次都买花俾佢，咁系咪佢会中意咧？我想未必会喜欢的，是吧？即是我要即是关心他的需要，他喜欢烧鹅，那就买烧鹅咯。我之后真的买了烧鹅给他吃，我买了半只烧鹅给他。不过那次的烧鹅他没怎么吃，他很开心但没怎么吃。后来问他为什么，他说烧鹅骚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就明白了，我跟他一起吃烧尾饭的时候呢，我就不买东西煮，我看他叫什么。譬如他叫烧鹅饭呢，我就叫叉鸡。那万一他叫烧鹅饭肥的时候或骚的时候呢，我叫叉鸡就可以给他了。开头他就不太知道的，但试过一次、两次，次次嗌饭我都嗌得好快，但次次嗌啲烧味饭我都系等佢点先，我先嗌嘅。咁其实佢都会 get 到嘅。栽种原则，你种嘅系风，你收嘅系暴风。你对你老婆好，你爱佢、关心佢，佢收唔收到噶？未必第一时间收到嘅，但慢慢都会收到嘅。俾掌声耶稣好嘛？哈利路亚。咁你对你个父母都一样嘅，
真的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的父母，原生家庭的父母呢，未必真的很 perfect， 我们都不是那些 perfect 的人，是吧？神爱不爱你呢？神都很爱，是吧？那我们是不是要代表主呢？我们是世界上的光，世界上的盐。我们是光的话，会不会投诉黑暗的？你是光，你会不会投诉黑暗的？不会啦，是吧？光在黑暗里面才照到出来的嘛。有时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投诉黑暗。神将你在家里面，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，你是光来的嘛，你是盐来的嘛。但有时我们投诉黑暗，主啊，真是惨啊，我老爸这样逼迫我，我阿妈这样逼迫我，我阿妈屈我机啊，夜晚回到来好辛苦好惊，我想喝啖水，怎知打开个水杯，原来是煲热汤来的，他将汤放在我水杯上，但我没得喝水啊，我阿妈屈我机啊，真是惨了。不要笑，真的，我听过一个年轻人这样说，那个就是我的儿子了。哈利路亚。有时我们即大家你觉得好的东西，同我们即年轻人觉得好的东西，可能真的不同的嘛。阿妈阿爸，譬如我煲汤，不是我老婆，煲汤我跟阿妈一起住，即阿嫲嫲煲汤给阿孙，是吧？嫲嫲觉得煲汤就是很爱个孙的了。但阿孙那下即回来想拿个水杯来喝杯 冻水而已，这样就喝不到了，他觉得哇很混账了，这样。大家对爱的看法都可能有不同。我们将需要将，即如果主喜欢我们孝敬父母的话，我们说我们侍奉主的话，我们要将好的东西献给主，跟隔壁说将好的东西献给主。在旧约献祭呢，有没有规矩的？有。会不会献只猪给主的？不会，因为猪是不洁的嘛。主讲了我要什么东西献给我的嘛。同样在新约来讲，主都讲了有什么他喜欢的。其中一样东西在旧约有讲，新约有讲，就是这里了。这是主所喜悦的。即是说大方向呢，我们要孝敬父母先，这个大方向车头搞返啱先。怎样做我们下一步 再去处理。但大方向我想没争议的了，不复杂的。即有时我跟啲弟兄讲呢，即是商团有很多男人的嘛。跟啲弟兄讲呢，不可奸淫。咁使唔使查经书噶？不可奸淫唔使查经书啦，全部明噶啦，系咪？你会话我都唔系好明咩叫不可奸淫，等我查书先咁样。你唔会啦，你咁讲即系其实你唔想听啫，系咪？咁一样啫嘛。孝敬父母使唔使攞本查经书出嚟睇睇噶？唔使啦，呢啲好简单嘅啫嘛，系咪？听从父母在主内都系好简单啫嘛。问题嘅系我哋好难做，或者我哋做唔到啊嘛。同隔篱讲好难做、啊。是不是真的那么难做呢？那我们又再谈一下。有没有父母叫你买过东西的？你小时候或者现在的时候，会不会叫你下街买东西的？会啦，是吧？跟我下去斩下叉烧斩下料，会不会不给钱你的？不会这样，你叫我仔下去买东西，你不给钱他，就是你自己去打份工做一 part time 就买叉烧啦，这样。不会啦，你有工人姐姐都一样的，你叫工人姐姐买东西，你不会不给钱他，叫他自己搞定的。你出去做一 part time， 跟着就 买送回来，你不会的嘛。神叫你孝敬父母，叫你听从父母，那你估你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呢？有没有呢？其实应该有的。有些东西在骗我们，就说做不到啊，喂，好难做啊。主啊，我真的顶这个男人不顺啊，我顶这个张先生不顺啊。甚至有时爸爸都讲不到出声，但其实是可以做到的。大方向车头教返啱先，好吗？有一个传道人呢叫 Joyce Meyer， 咁佢即係好細个嗰时呢好混乱嘅，因为細个嗰时呢俾爸爸都係虐待嘅。咁佢爸爸在生嗰时候呢，佢只係好客气就话佢俾爸爸虐待，就冇讲好细节。当爸爸差唔多过身嗰时候呢，就讲出嚟啦，原来俾爸爸唔单止係虐待，仲俾爸爸性侵犯。是不是很难饶恕啊？爸爸很难啦，啊，带了给他很大的伤害。所以每次他听到说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他做不到的。他跟主说，主我真的做不到，这么差的人怎么可以孝敬他呢？但是主就好的，主一直都鼓励他，鼓动他，搞他里面的灵。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做了传道人了，都出名了，啊，在一段时间主也都跟他说，就是要处理这个生命的问题。最后他回应主的话，他跟爸爸的关系可以修补到。临尾嘅时候咧，晚年嘅时候咧，可以同爸爸可以拥抱，可唔可以俾大家掌声？耶稣啊！喺人嚟讲觉得好难，但喺神嚟讲咧，凡事都能。我识一个姊妹咧，佢叫阿 May 咁计啦吓，佢又系同爸爸嘅关系好差嘅，因为爸爸咧喺佢细个嘅时候咧就离弃咗佢屋企，有咗第二个女士，咁就离弃咗佢妈妈，
咁啊，媽媽咧就湊住三個女咧，就自己自力更生。爸爸一路以嚟咧都冇乜點理屋企，包括對屋企唔關心啦，亦都冇俾錢佢。所以三姊妹咧都係好嬲、好憎呢個爸爸嘅。咁啊，阿 May 信耶穌啦，咁佢兩個家姐咧有一個都信耶穌嘅。但係神就搞同阿 May 啦，阿 May 又好似年輕人咁樣啦，我哋敬拜隊負責打鼓嘅。咁啊，有一次敬拜入邊咧，咁啊神同佢講：你要饒恕你爸爸。佢覺得好難。但最後咧，佢都即係祈禱入邊咧，饒恕爸爸。咁但係神就唔係咁樣停嘅喎。又過咗幾個月之後咧，神話：你唔單止要饒恕你爸爸，你要同你爸爸講咧，你饒恕佢。咁啊，最後啦，阿 May 又都掙扎啦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就打電話俾佢個爸爸，同爸爸講話：我饒恕你。個電話未講到呢句嘅時候咧，其實爸爸聽到阿 May 打俾佢嘅時候咧，喺個電話嗰邊咧就已經喊到開唔到聲嘅啦。咁啊，當知道阿 May 饒恕佢嘅時候咧，個爸爸梗係送啦。咁啊，之後咧就同個爸爸出去飲茶啦，咁好開心啦，係咪？咁阿 May 咧就覺得啊，好啊，我要見證主，我同我家姐信主嘅家姐講下，我饒恕咗爸爸先。咁點知打長途電話，個家姐喺加拿大啊嘛，同個爸爸同個家姐講咧，就話我饒恕我爸爸嘅時候咧，家姐又鬧爆佢，哇！呢個衰佬你都可以饒恕佢噶，唔係啊嘛？個家姐嬲咗幾個月添。咁啊，神又唔係就咁停嘅，因為神要我哋成長嘅。神最後咧都繼續搞同阿 May。你不单止饶恕爸爸，你还要饶恕阿姨。哪个阿姨呢？就是那个第三者。他觉得真的很难，但最后试过两剂，最后他都顺服。那没有阿姨的电话，他就去爸爸家里试一试，看看准不准阿姨，都住在荃湾的。按钟，那阿姨开门，稍稍都认得下他的样子，跟着他说我是哪个哪个，我想跟你说我不生气了。隔着个铁闸，那阿姨呢也都是哭到开不到声的，跟他说。但是咁个缘故咧，佢愿意跟随主嘅话咧，主俾恩典佢哋啦。最后咧，阿 May 又可以同阿爸爸、同阿姨出嚟食饭，嬲咗佢个家姐咧，最后咧都可以处理翻啦。因为大家喺真理入边啊嘛，真理入边真系要孝敬父母噶嘛。虽然好艰难，但系愿意放低自己嘅权力嘅时候咧，个家姐都可以饶恕个爸爸。咁啊，可以四个一齐出嚟可以饮茶，可以俾掌声耶稣啊！耶稣系大能嘅神。有啲人呃紧我哋嘅，觉得我哋冇可能饶恕到嘅，我哋做唔到嘅。但系真理话俾我哋听，神吩咐你嘅，你就做到噶啦。你叫工人姐姐买嘢，你会俾钱工人姐姐；你叫你个仔女买嘢，你会俾能力你个仔女去买嘢。何况神呢？神一定帮到我哋嘅。我哋睇睇段圣经啊嘛，我想睇箴言四章廿三节，好熟好熟噶啦，大家一齐读啊嘛。你要保守你嘅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嘅果效系由边度啊？心发出，你的心首先第一样嘢，边个保守的心啊？圣经话我哋实求主啊，你保守我的心，咁都很好嘅，诗歌都系咁唱嘅，都很好嘅。但真正保守自己的心那个责任边个度啊？喺自己度。即系当神叫阿当看守伊甸园，咁看守伊甸个责任咧就唔喺神度，就喺阿当度。神叫我哋保守我哋自己的心，即系保守个心嘅责任喺边个度啊？喺我哋度，个心系宝贵嘅。个心好似个夹万咁样，你有冇人见到人哋啲夹万咧摆垃圾噶？唔会啦，夹万梗系摆啲珍贵嘅嘢噶啦，系咪摆钱啊、股票啊、国债啊、珍贵嘢？你唔会个夹万摆啲公仔面仲系食过噶，会唔会啊？唔会噶嘛。但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嘅心咧就冇好好守住，我哋嘅心入边咧真系好多啲食剩咗个公仔面喺度，好多唔等使嘅嘢喺度，系咪？世界教我哋，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，你系好老豆我咪孝敬你咯。但是神就说要孝敬父母，没说要孝敬好的父母，要孝敬父母。孝敬是一个态度，可能我们都未必好做到，但只要你愿意走出信心的一步，你愿意诚诚实实跟着主走出信心的一步的话，主会帮你的。从来都不是说一下走得很快的，是吧？阿伯拉罕出吾尔都不是神立刻讲他听 去哪里的嘛，都是走了那一步才知道的嘛。你今天愿意做一个决定，很难饶恕，好难同佢搞好关系，但你愿意做一个决定嘅时候，你愿意运用信心，主啊，但你讲嘅话咧，我听你讲，阿 Sir 叫我照去，行出一步嘅时候咧，主会帮你嘅，主会帮你行两步、三步、四步，得唔得？心系要我嚟保守，系我哋保守嘅，心系宝贵嘅，唔好摆咁多垃圾喺度。实记住，爸爸对你唔好嘅嘢，妈妈对你唔好嘅嘢，重复又重复嘅话咧，伤害嗰个系边个咧？其实系自己啫嘛。是不是？你不会伤害到人的，你伤害到自己的。不是说爸爸妈妈，我讲个小见证。
我细个咧，阿仔咧，阿仔细个咧好可爱嘅，五六岁，好中意捞报纸档嘅。咁啊，头先讲啦，我爸爸都好中意捞报纸档睇啲衰嘢啦，系嘛？佢就好乖嘅，睇啲即系漫画啊，好开心嗰啲儿童漫画嗰啲嘢，好健康啦。咁啊，成日喺度踎喺度，条腰就好直嘅喺度报纸档睇。但有时真系会阻住人做生意噶嘛。咁有次我屋企阻紧嗰个报纸档个老板咧，就觉得阿仔咧就阻住佢做生意，就话：喂，细路唔好阻住我做生意啦。咁我老豆喺度噶嘛。个老豆嗰时都叫做稍稍都叫做翻咗教会几年，都有真理喺度，即系唔会闹人嘅。但个心啊真系唔 like 嗰个老板。咁我唉唔好意思唔好意思，个心入边咧我就喺度已经秒紧佢噶啦。咁我同自己做个决定，我以后唔去呢间报纸档度买报纸啊。我觉得我真系要惩罚下嗰个老板啊。我做咗咁嘅决定啊。咁啊弊啦，我个屋村咧就得一间报纸档。咁如果唔去嗰个摆报纸咧，我就要行好远，行十分钟去第二间买报纸，就行翻十分钟翻嚟搞廿分钟。咁有一次咧，我就去十分鐘第二個屋苑嗰度咧去買報紙咧，之後咧我就唱喺度敬拜，跟住唱歌。這是天父世界，嗰期係唱緊呢啲歌。啊，這是天父世界，好開心，好開心。阿朱同我講嘢，佢話：Adolf，你覺得你而家係懲罰緊嗰個報紙檔老闆咧，定係整蠱緊你自己咧？其實真係整蠱緊自己嘅。報紙檔嘅老闆就唔知我嬲緊佢嘅，係咪？所以要弟兄姊妹要好好保守自己嘅心啊！我哋以为自己惩罚紧我哋嘅父母，或者惩罚紧一啲即系对我哋唔好嘅人，但可能其实受伤嗰个咧，其实系自己嘅，好嘛？我哋睇埋十七章三节啊，箴言唔该，一齐读啊嘛。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乜嘢话？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傲炼人心。个心系要自己保守嘅，得唔得？个心系宝贵嘅，但主会帮你去傲练嘅。傲练嘅过程入边咧，唔系好容易。曾经有姊妹咧就上一啲课程，就讲睇读呢段经文。咁佢哋好认真嘅，佢真系问啲银匠点样去练银。个银匠同佢讲啦：，喂，练银点样叫做练得好咧？佢咁问个银匠。个银匠就话啦：，哦，练得好咧，其实咧凭经验。咁点样凭经验啊？咁个银匠就话啦。通常咧，我啲銀咧燒到一個地步咧，好似塊鏡咁樣。我見到自己嘅倒影嘅時候咧，啲銀就係靚噶啦，得唔得？耶和華傲練人心，神想傲練我哋嘅心咧，消除我哋生命嘅雜質。有一日，佢喺啲倒影度見到佢自己嘅形象嘅時候咧，啲銀就係靚噶啦。喺傲練嘅過程入邊，你估會唔會好舒服咧？燒嗰啲雜質會唔會好舒服咧？一定唔舒服嘅。但係鼎為練銀，爐為練金。唯有耶和华傲练人心，负资产算唔舒服嘅咧？唔舒服啦。慢慢一个后生仔三十岁，瞓唔到觉，两点钟等到天光，六点半起身翻工，算唔舒服嘅咧？唔舒服啦。但系如果要经过破碎先至可以建立我哋嘅时候咧，主系好愿意去破碎我哋嘅，因为主真系好爱我哋，佢想我哋每一个都似佢，每一个都似耶稣。今日我哋可能觉得孝敬父母或者要搞翻好两代嘅关系真系唔容易。但是第一步我们只需要搞回个方向，这个是主吩咐的诫命，不是大家开会一个 suggestion， 一个建议给你，这个是一个诫命。诫命的话其实我们就要去，我们软弱的话跟主说我们有软弱，主你帮我走出第一步的时候，慢慢来就会第二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，因为主会帮你的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只要你认真跟随主的话，主会帮你的。两代关系一定好的，主将你放在家里，尤其是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话，有些责任在这里。你是盐，你是光来的，你是光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投诉黑暗。世界是扭曲和黑暗的，否则为什么要我们呢？因为我们就是光嘛，我们可以将人在黑暗里面完完全全带回耶稣，带去光明嘛。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，见证不是只是拿咪讲的嘛。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就可以带到我们未信主的父母回去了，得唔得？好欣赏阿 Winking 个见证嘅，即系洗礼嗰度。细细个好想洗礼，系咪？咁但系屋企人真系唔想嘅话，咁啊有时唔使咁神学嘅，问主啊嘛，我哋有圣灵问主啊嘛。主话基于爱嘅缘故，咁咪迟啲洗咯，系咪？咁啊，深敲主就会开路噶啦。多谢主。可能嗰刻真系唔舒服嘅，真系唔开心嘅，但系一定会开路嘅。早几个礼拜咧，有个姊妹咧就系、是、一个 home church， 喺一间好细嘅家庭教会洗礼。咁佢其实翻咗教会大概系11年嘅啦，佢都系后生女嚟嘅，廿零岁。咁啊，翻咗11年咧，就冇乜人叫佢洗礼吓，咁就去somehow啦，就去咗一个年青人嘅教会度啦。咁啊，好少人嘅啫吓，嗰啲即系 home church 10多人嗰啲教会啦。咁就喺嗰度咧，就得到装备，咁啊知道要洗礼。咁啊，最后佢决定一洗礼，咁好欢喜快乐啦，同佢个姐姐讲：姐姐，
信耶稣的姐姐，我决定了洗礼了。姐姐开头都很开心的，但后来知道、啊、洗礼你间教会十几人，同你洗礼那个又不是牧师，不是牧师不可以洗礼的咩？之后就姐姐因为爱的缘故就很害怕，跟她讲了很多、令到她沉的说话。本来我们信心要上的，但有时我们虽然爱，但有时可能会打沉了人。虽然跟隔壁说要造就人，不要做低人，不要做低人，有时我们真的会做低了人。那个姐姐都爱她的，讲完之后她真的很不开心。那她跟她的牧者说，那个牧者跟她很好，那些都是年轻的牧者，男女朋友，跟那个女仔一起去祈祷，也都为她禁食了祈祷两日。那、啊啊、之后就再劝她、求问主啦，你不用不要紧的，你、洗礼就是主吩咐的，即是我们的责任就要跟你说要洗礼的。但如果你真的自己的决定，人有自由意志的，如果你是因为爱的缘故，不是因为恐惧的缘故，你不用的话，我相信主都 OK 的。那跟他说吧。最后去到、即是一个 cam 来的，去到洗礼那里，那有两个洗礼。第一个女仔就洗完之后，那个女仔 很有感动，她就举手、我可不可以洗埋啊？那当然可以啦，跟隔壁说当然可以啦。咁嗰日個女仔咧就好歡喜快樂咁樣啦，就雖然冇準備，係咪？亦都冇啲朋友嚟見證，咁就喺個沙灘度就洗埋啦。咁啊洗完之後喺個 cam 完咗之後，個 cam 入邊就造就啊，好開心啊，好興奮啦。個 cam 走咗嗰時咧，弊啦！我點同我家姐講咧？我家姐咁大反應，佢唔肯嘅喎咁樣嚇。咁啊同我家姐有一次就食飯傾啦咁樣，但都冇同我家姐講埋去洗禮。咁但係主又會同佢開路嘅。當你誠實跟住主嘅話咧，主會幫手嘅。那個姐姐不知道為什麼深刻，有一次跟她說，阿妹啊，上次呢可能我語氣重了，我不會阻住你洗禮的了，你喜歡洗禮呢，你只要跟著主就可以了，你洗禮啦，可不可以給掌聲耶穌啊？有些事我們覺得好像很難，頂為煉銀，爐為煉金，唯有耶和華傲煉人心。在人的角度裡來說，喂，你都不是建立我的，你做低我，你不是造就我的，我就跟你开拖咯，是不是？在人的角度可能会这样。在年轻牧者来说，喂，主吩咐我们普通人，个个人都可以去施浸的嘛，因为所有门徒就要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门徒嘛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浸嘛，不是只是给牧师传道人的嘛，每个都应该可以做这个权柄的。如果我们高举我们的神学，又可以逢来逢去觉得自己被冒犯，在咬餐饱的。但是顶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傲练人心。有些事只要我们啱的态度，做回啱的事的话，主会开路的。今天我鼓励大家用简单的心，好吗？主呼召我们每一个在我们家里面做见证的，我们可以是盐，我们不是可以，我们直头是盐和光，我们不是做盐做光，我们本身就是盐，就是光。既然是光的时候，越黑暗的地方就应该越光，所以我们不要再投诉黑暗了，好吗？我们请敬拜队。